1992年，我高考落榜后，回到了我的家乡，开始了我新的人生。姐姐要去县城。齐大叔，你在这干啥呢？哎呀，这个王金凤啊，把他男人给打了，下不来炕了。他怎么那么厉害呀？村长叔，你可别惹他。哎，这俩孩子就清理，又叫他们认字了吧？哎呀，他们要是能说话就好了。说话？哎，我倒是听说过。哎呀，歇歇，你这一天到晚的，就是瞎玩儿啊！不会做点正事儿。哎呦，这孩子都多大了，爷。哎，你娘她是说呀，别老跟那些小哑巴在一起。你都多大了？哎呦，我知道了，爹。嗯，你都说了多少遍了？行，大伟是回来接你吧？那孩子还真不错。听大伟他妈说，为你的工作，大伟还想了很多办法，应该工作还行吧？爹。你身体不好，你少抽点不行啊？啊，我不在你身边，你自己要在意点啊。嗯，闺女，出外干活啊，不比在家里，要耐着性子，别动不动就像小孩一样的耍脾气啊。家里的事儿你别惦记，走，咱们吃饭。吃饭。小心啊！小心，回去吧。啊！姐姐要去县城最大的饭店。
张开嘴，我看看。牙还挺白，是。笑一个我看看。笑一个，笑一个。不是让你给我笑，这是全县城最大的饭馆，心里的大人物都来这儿吃饭谈事儿。你笑得好看，大人心里就高兴。你说你耷拉这个脸，谁能高兴？谢谢经理啊。我不要。吃。好不容易给你找了这么个工作，你可别整黄了啊！有啥好？让我对着不认识人笑，那不成傻子了？什么傻子不傻子呀？能挣到钱就行。城里看人都像看牲口一样。拿着，你自个儿找个没人墙根练去吧。你说话呀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村东头的王嫂，昨天在县城看见咱家静华了，好像闺女干的不舒坦，也不知道她能不能适应。哎，闺女头一次出去打工，免不了的。你说，我去看看闺女行不？孩子，姐姐不在家，不在家。去吧，啊，去。等我找个地儿。哎，怎么没换鞋啊？他脚太大了，再大的鞋他也穿不下去。这像什么呀？找双鞋赶紧换了。正在找你呢，现在还敢来偷东西，还带俩帮手，干什么干什么？谁偷你东西了？这俩馒头是我给他们的，大不了把这两天工钱赔给你。自从你这个苦瓜脸来了以后啊，我这生意就没好过，滚！那城里人真那样对你啊？反正我不去。哎呀，你都问多少遍了？嗯。那你不去干啥呀？
里去了一趟。这是关于啊，咱们村抚养孩子的事儿。我呀，想把咱们村和附近几个村的聋哑孩子集到一块儿，办个学校。太好了！太把你高兴了。要不，你来给他们当老师，教他们说话。村长叔，太能开玩笑了。我可没跟你开玩笑。他们真能说话？我也不知道，以前啊也听别人说过。我还有事，这样吧，你们再说吧。这么长时间了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这和哑巴待的时间长了，你也成哑巴了。哎呀，算了，你让闺女再想想。这都多长时间了？你和那两个小哑巴孩子整天在一起瞎折腾，他们会说话了吗？你倒是说话呀！反正啊，我看见那俩孩子背着书包，我心里就高兴。爹，你别老说人哑巴哑巴的。他俩能说话？你这是着了什么魔了？说的都是疯话。真不知道你这一天到晚到底想什么呢？叔来了，坐，村长坐。哎，我今天可不是来找你的啊，我是来找咱们家静华的。坐，静华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，给咱们村哑巴娃办学的事吗？啊。现在呀，县教育决定，把我们这个村和邻近几个村哑巴娃组织起来办所学校。我呀，推荐你临时当他们老师，怎么样？啥？办学校？对呀。村长。他也就是个高中生，有啥本事办学校教学呀？再说了，我们家祖上啊，他就是种地的，靠天吃饭的，没出过教书的。哎，你觉得怎样？我也不知道，都要教啥呀？不光是教他们写字儿，教他们认字儿。这些哑巴娃娃也不是一辈子不能说话。我听说啊，娃娃越小，开口的可能性就越大。叫哑巴说话？咋了？那母猪也上树了。你莫打岔。反正啊，我这是这么个想法，教不教还得看他的。现在啊，还没有特别好的办法来教聋哑儿童说话。其实最好的一个办法，就是最笨的办法，那就是让孩子慢慢地感受到口腔、舌头、声带这些发声器官的震动，感受到气息的震动，这样呢，才能够让孩子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发出声音。如果有条件的话，佩戴助听器，会有利于孩子开口讲话。
服务员，我想问一下，有没有关于就是教聋哑人说话的书？没有。哦，谢谢啊。你呀，也别太难过了，有些事儿是你力所不能及的。电话来了，司长说。喂。叫爷爷，爷爷。爷爷，爷爷。叫得好，叫得好，比我的孙子叫得还好呢。我看呀，这办学的事成。你这个娘们懂个屁呀、你懂，哑巴开口说话那是咱们村里一大发明。吃饭吧你啊，你要是个哑巴就好了，省得一条瞎咧咧。哟，孩他爹，听完他爹来了。这咋了？我问你，你为啥跟村子里边广播说我女儿能教哑巴说话了？我还以为天塌下的事儿呢，原来就这个事儿啊！看你那个脸，拿得像紫茄子似的。对你来说没啥，那对我们家就是天大的事儿。你这么一整，全村人都知道我女儿能教哑巴说话了，你这不是害人吗？你咋就整不明白？你闺女能教哑巴说话，那是好事儿。那天大的好事儿！咱们村还有附近的乡村哑巴娃那么多，以前呢是没人管没人教，他们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，娃们可怜呐。那也是乡里县里市里省里头头们的事儿，一个女孩子能有天大的本事啊？我女儿她到现在还是个孩子呢。村长，我可告诉你，你别耍领导威风。你看你大帽子给扣上了吧，我啥时候耍个领导威风啊？我现在啊只是看到一点希望，其实啊我早就这个想法，就咱村拿不出钱呗，就是有钱也没人教啊，我也没法啊。
我看你呀，是想给自己挣点功绩，往自己脸上贴金，才愣把我那女儿往男畜生推。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我什么时候把你往脸上贴金了？你话好好说，急啥？你看他，他说是人话吗？算了。反正是我闺女，我让她超动，她不会超机。算了，别叫他了。我呀，就得告诉医生，明天啊，我就到乡里去给他们要钱，然后呢，我到县教育局啊去打听一下民办学的手续问题。你放心啊，我不会把这个重担丢给咱们大侄女一个人的。有了钱，咱们就像模像样的办学。大侄女，来，这是咱们乡的附近几个乡的这个几个哑巴孩子的情况，你呀去找一找。我们呀分头行动。你放心啊，我走了啊。慢走啊，村长。哎，你妈，你妈。姐，我是三屯村的，村里想办个聋哑学校，教孩子说话。新福家吗？是啊，你是？我是三屯村的，村里想办个聋哑学校，教孩子说话。哦，来，快坐快坐。哎呀，家里很少来人，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。哎，来，坐炕上。妹子，我给你倒碗水喝吧。哎，嫂子啊，哎，你就别忙了。我来呀，就是想问问你，你孩子想不想到我那儿去读书的？读书？嫂子啊，你孩子也不小了，也该读书了。只要啊，你孩子每天背着书包到我那儿去一趟，他肯定能有收获。再说啊，现在的孩子越早开始训练说话，他以后开口的可能性就越大。上学去吗？上学去，啊，去吗？是啊，我看啊，还是算了。这孩子啊，一个人惯了，不喜欢和陌生人在一起。叔，你回来了。叔。哎，小唐，叔没用啊，钱没有申请下来。但是县里啊，对咱们还是很支持的。县里财政也很困难，现在没有钱给我们。建华，叔跟你商量商量，这学校啊，还是先别办了，等有了钱再说。不是，我都找了五六个孩子了，这学校怎么能说不办就不办呢？咋办呢？这教室、这课桌，还有各种教学用具，咋解决？我也不知道。可是这学校肯定得办。建华，你可不能冲动啊，这事儿你可得想清楚。我想清楚了，我自己想办法。
我带去新交易局，先把办学的证先办下来，你看行吗？闺女，咋了？爹，你不用说，爹就知道咋回事儿。是不是村长没把钱要回来呀？那你咋办呢？我想办这个学校。你哥啥办呢？把你娘卖了，还是把你爹卖了？你说的是啥话呀？爹，咱家不是有个杂屋吗？我想把它呀整理出来，做个教室，反正孩子也不多，能坐下。以后的别的事儿，我再想办法。你这是咋了？魔怔了？我不能眼看着这些孩子有了希望，又当头一盆水给灭了吧？闺女，你真能教会那些哑巴说话吗？不管咋样，认字就是好。爹，有你吧。说这闺女大了，真是没办法。她是一片好心。你说她怎么就不像咱们两个人？老老实实、本本分分，做点她自己应该做的事儿。你咋这么说话？闺女是一片好心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他要开始受苦了，你去帮帮他吧。说话吗？这看能啊！看着这，他怎么会说话呢？这乡亲们，乡亲们，来，乡亲们，别看了啊，大哥，别看了，别看，啊，出去，出去，啊。你们好。你们好。
坐下，坐下。哎，翠儿，看着老师啊，你子涵，快回去，回到座位啊。没事啊，没事，翠儿。哎，景红，哎，景红，去哪儿去了？走。张嘴啊！啊！看着老师。啊！张嘴啊！啊！来，怎么不去睡觉啊？啊，哦呦，哦，好好好啊！哎，对的对了，记住啊，记住，好。张大用力，爸，爸，先去玩吧，去玩一会儿啊，去玩。
爸，爸，爸。袁老师来了，嫂子啊，我这次来还是为张新福上学的事儿。我都说了好几回了，可他倔得很。他为什么不愿意跟别人在一起啊？袁老师，我想你也看出来了，这村子里的人不愿意和我们交往。自打他爸死了以后，这孩子变得更孤僻了。我也想让他跟别的孩子在一起呀。我帮你。袁老师，别介意啊，别管他了。哎，没事儿，嫂子。这孩子原来就听他爸的，可现在，他爸还给他留了封信。老师，这孩子平时倒是挺听话的，要不你拿去看看，再跟他谈谈。妹子来啦。哎，有事儿？没事儿，你过来看看。嫂子啊，我来吧。哎，好。这孩子啊，从别人的口型上就能看懂意思。给我。你爸爸要你听妈妈的话。的话，还有啊，来，你爸爸要你读书。我教你，明天来上学，我等你。来，
走了啊，走吧走吧。老师的嘴啊，张大，妈，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对对对，记住啊，啊，妈，记住啊。老师的嘴型啊，张大啊啊，对，继续啊，妈妈妈妈妈妈。又打架了。谁打我儿子这是？姓杨的你快出来，姓杨的，哎呀打死人了，你快出来，你看把我儿子打的，你家里有人吗？你出来，你不是常进吗？你媳妇嫂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哎，是不是他？哎，嫂子怎么能打人呢？哎呀哎呀哎呀，你这哑巴孩子和正常孩子就是不一样啊，嘴上不说话，肠子都坏透了。你啊，看把我儿子打的啊，你看我的孩子打的被你打成什么样了。你哑巴，你活该，你这是你爹你妈遭报应。金凤嫂子，我的学生打架是不对，可你也别出口伤人呐。姓袁的，你还真以为你弄几个哑巴在家养着就成教师了？你啊，谁不知道他是没考上大学，城里的活又做不了，才办的这个学校啊？你不是教他们说话吗？行，你让他们说给我听听。说呀，不行了吧？大伙可都在这听着呢。告诉你，老娘先把话撂这儿，他们只要能放出半个屁来，我王金凤把我儿子打成哑巴。我，你以为你是菩萨投胎、观音转世怎么着？就这群无法无天的小混蛋，想学人说话，做梦吧你！给我滚！你算你有种，你会等着你啊！都滚都滚！啊，
卷，老，老，老，舌头上卷，哎，老，静文，快帮忙啊！老，老。哎呀，你发啥呆呀？你得扎着手。哦，行了行了，你喂牛吧，我做饭去。娘，咱家糖放哪儿了？上头呢。就这点了？你要糖干啥？哎，你往哪拿呀？哎，回到座位上，回到座位上。谁要吃？好，来。翠儿来，翠儿，舌头，舔，舌头，这个虎子，吃饭。袁老师，你叫什么？我是儿子。你几岁了？我是儿子。你家在哪里？
在哪里？我爸爸妈妈哥哥哥哥。你看孩子们玩的多开心呢。是啊。娘，咱家还有钱吗？有钱干啥？我想给孩子买两面镜子，这样他们看着自己的口型进步能快一些。现在咱家没啥钱了。这些孩子住着吃着也花了不少钱，这事缓缓吧。我看看你爹去。这钱，我把粮食卖了。说好了，卖粮食的钱，给你看病用啊。那咱闺女不是现在缺钱花吗？先紧着她用吧。啊，你给她拿回去，别跟她说。啊，去。她爹。去吧。只要能说一个字，就不是哑巴。你不能叫哑巴说话吗？你说一声儿。说呀。说呀。上学，上学，上学，我是上学，上学。老师，你好。老师，
阿姨。哎呀，大伟来了。啊。哎，静华，他爹，大伟来了。啊，大叔来了。哎。啊。一会儿叫爷爷、奶奶，你好啊！走走，来叫爷爷，来叫爷爷、奶奶，他们能说话呢。来叫爷爷，你好，叫我啊，叫我。带孩子们回去。走。大伟啊，进屋坐吧。哦，我就不进去了，我跟他在门口唠唠吧，我在门口等他。我在县城又给你找了份工作，和我一块去县城吧。我跟你去县城了，这些孩子谁来管？算了吧，你别骗自己了，那村里人的风言风语你还没听够吗？你真想守着这些哑巴孩子过一辈子？村里的风言风语我不在乎，我跟这些孩子在一起我是快乐的，他们能说话。大伟，你能留下来帮我吗？我看你是魔怔了，我从来没听说过哑巴会说话的。你呀，是和他们待在一块的时间待得太久了。他们能说话，肯定能说话。看来你是不愿意和我一块去县城了。静华有点事儿，说完就走。啊，静华，村长来了。村长说，那个信呢，已经批给你办小证了。听说你啊，带这些娃带的不错，还奖励你3元钱呢。太好了。说是这几天就都等村长，到时候我给你送来。这事儿啊，就可请我也村长啊。我走了。走啊，村长。静华，啊，能不能挤出些钱来？你爹的病拖的时候可不短了。上次卖粮食的钱不是给爹看病了吗？那钱都给你买镜子了。孩子们正在长身体，吃的多，可带的粮食根本就不够。我也知道不够，可这几个孩子家太困难了，我张不了这个嘴。要不再养两头猪，添几只羊吧，你们都别管，我来伺候。
叔啊，你说啥？不准说话。哦。叔，进屋吧。哎。这是你那个办小证，你看还有这笔钱。哎呀，好不容易批下来了，这不我马上就给送过来了吗？怎么才100呀？不是说300吗？村里人知道县上给了你300块钱，都跑了问我凭啥给你那么多钱，最后实在没法，我扣下200做公款。你也别怪你叔，也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。这是个收条，你在这个上面签个字吧。这钱你拿走，我不要。你这是干啥嘛？谁收了气了？叔知道你不容易，可叔也没法啊。不容易，不容易是我自找的。这钱你拿走。别骗自己了，那村里人的风言风语你还没听够吗？你真想守着这些哑巴孩子过一辈子啊？村里人知道县上给了你300块钱，都跑了问我凭啥给你那么多钱。你还真以为你弄几个哑巴在家养着就成教师了你？啊，做梦吧你！只要能说一个字，就不是哑巴。爹这辈子是跟黄土喀勒干上了，这不说了。但说你，你小的时候啊，干巴瘦，爹和你娘啊，竟把那些好吃的剩下来，留给你，勒着裤腰带供你上学。眼下，你长成大姑娘。爹心里头啊，盼着你跟大伟到城里头找个正经的工作，别像爹这样活着。爹，我知道我不孝，我也知道你一直都心疼我，可我放不下这些孩子。不管我多难，我都要教这些孩子开口说话。他们说了吗？说了。我没听见。总有一天，我会让这些孩子大声的叫你爷爷。爹这么跟你说，你怎么就一点都不进眼眼呢？爹。好。好。那日后啊。日后的事儿，你就自己想辙吧。也不管了，我真的不管了。你去吧。
论长相、年龄，只要能帮我办学校，我就嫁给他。哎，人家的姑娘怎么真上婚了？这么大的生意，办事儿啊！啊。老头，老太，这孩子结房的怎么样？爷，你这是干嘛？你这是要干什么？爷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这个家吗？我，他爹，你给我滚！他爹，你要爹！我没有拿这个女儿。干啥呀，金华？是，哎，校长您好，我是三屯村聋哑学校的老师。哦，倒是听说过。您来这儿有什么事吗？我想让我的学生参加你们的运动会。这恐怕……校长，你看，这孩子跑得很快，要不让他跑给你看看？哦，不用不用。不过你这个要求啊，我还是头一回听说，没这个先例啊。你是校长，就请你帮个忙吧，就参加一个项目，哪怕不记名也行，好吗？
三屯村的几个孩子，再来一遍吧。我好的很。我一推你，你就跑啊！说，我赢了，我赢了。这儿还要人吗？